什么样的题目让综艺鬼才王建玩？玉林哥，对呀，玉林哥，做以下事情你会光明正大、躲躲藏藏、整人、整人，当然要躲躲藏藏。不要去做。光明正大的整人不可能，哪个假设弟弟才叫整人呢、啊？我都告诉你说，等一下我要拿蛋贴你的头，那怎么会叫整人？那就是、啊、那就是光明正大，那就是处罚，那就是处罚。整人还是我教你？对对对，我都是光明正大的整人。